该和寂寞无关。晚风轻拂过船帆，不合时宜的浪漫应该不需要陪伴，还有停留在桅杆，而我还不能靠岸。我的旅程苦乐参半，前世遗憾，然后变得乐观。也曾流泪然后擦干，不是为了能够到达彼岸。那时我离开港口，想要去远方漂流，你只是挥着手不说一句送我走，让我在离开之后每一个摇晃的梦中都是你的笑容和你纷飞的衣袖，在暮色中谢谢大家，谢谢。Hello， 各位现场以及线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毛不易。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第三张专辑《幼鸟指南》的 TME Live 特别现场。这也是我第二次参加 TME Live 的线上音乐会，很开心可以用这种方式把我的新专辑《幼鸟指南》的首唱活动带给大家。不
过今天带来的是部分的歌曲，还是有一部分的歌曲我们留到下我们留到以后有机会在演唱会的现场给大家听，好不好？有线下的演唱会大家再听好不好？希望可以在现场再看到大家。怎么样，新专辑大家听了没有？根据刚才大家合唱的声音，我也感觉应该是听过哈。怎么样，好听吗？谢谢谢谢谢谢。幼鸟指南是我的第三张原创专辑，这张专辑也是记录了我这一段时间的所思所想，还有一些对于周围人包括周围人给我的感受。很荣幸这张专辑能够也把我这段时间的生活记录下来。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不是一个所谓的指南。我很喜欢企划老师提出的一个概念，我们都是幼鸟，渴望飞向温暖的地方，所以能够用音乐记录下来这些感受也能让大家知道我的那些感受能够被大家听到被大家记得，所以又感觉非常荣幸。谢谢大家。上边还有一些朋友是不是？欢迎欢迎欢迎来到现场，你们已经很近了，非常有存在感，不用那样。好，当然也要感谢这为这张专辑付出了很多的我们制作人荒井老师，还有跟我一起编写 demo 的王子老师，还有对这张专再来一次，谢谢，还有为这张专辑辛苦付出了很多的所有的幕后工作人员们，谢谢大家，谢谢。刚刚唱的这首歌叫做海上日记，在之前那首呢，在此山中描写的其实是我当时在有一次录节目，我记得是录创造营的时候吧，路过的一个风景。那个地方有一个群山环抱的村落，好像与世隔绝，但是它灯光亮起的时候又非常的温馨，反正在我心里留下了一个非常温暖的印象，所以用这首歌把它记录下来。这首歌虽然不是专辑的主打，但我听大家刚才唱的声音也很大，非常感谢大家。只是不知道这首歌大家的歌词记得怎么样有很多人频频摇头。好，那我们现场来随机抽取一位幸运观众，怎么纷纷拒绝呢？我看谁最拒绝我就点谁。就刚刚那首歌刚都唱了吗？不是，不记得了。不行，我实在是不知道你们在喊什么。随便，我随便点一位吧，好吧，就举手的这位戴眼镜的，来，我们把麦克风递给他。马老师好。您好，我现在说上一句，你说下一句。加油！周围的人可以提示啊，就那首歌啊，你真的你举手了啊，你就会是不是？来吧来吧啊，开始了啊！我猜那里的人很少落单。下一句是什么？让他回答。刚才让你举手，你又不举。那你唱着接吗？让我唱。算了算了，刚唱过，快抓紧时间。他们席地而坐。错。好了，这个环节进行得很不顺利，这个。看来还是需要大家的多多支持，多听几次，我也会尽量多演几次给大家，然后加深大家的印象，好不好？感谢所有到场的乐迷朋友，也感谢所有在线上支持我们新专辑的伙伴们。今天还是很遗憾有一些朋友没有办法来到现场但是线上的大家也不要难过，因为演唱会我们已经在紧张的筹备当中，希望今年有更多的机会和大家在现场见面，谢谢大家。而且我们也看到之前大家在线上很努力的在帮我宣传这张专辑，也参加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听说我们的主办方 TME Live 也在线上发起了一个折纸大赛的活动，大家有没有参与？有参与是不是？不仅折出了各种各样的纸鹤，还在把纸鹤放在各种各样的场景里拍照，是不是有这个活动？今天在场的朋友有参与的吗？举手我看看。
啊，不多，不是很多。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屏幕上有没有各位的作品吧。有吗？哪个是？第二个是哈，在小区拍的，是不是？那个吗？那个？不是那个，哪个是你的？没有你的，瞎说的。冒领是不是？后边有吗？有没有大家被选上？哎，真的，哪个是你的？啊，蓝的这个，点滴吗？是。啊，非常棒，非常棒，太棒了，太棒，心灵手巧。怎么？什么我的？来，我们进行下一个环节。还有下一张，一起看一下。怎么样？这里有没有各位的作品？没有啊？哪个是？最后一个是？那个是哪个场景？我想请问。下班单位门口拍的。下班门口拍的。单位门口。这个是不是？这个。这个，这个也看不出来是门口啊。啊？向着天空拍的。是是是，感，那你有什么用意呢？有没有一些美好祝福送给我？一飞冲天，好的，谢谢，谢谢大家。除了折纸作品以外，大家也分享了，在话题里分享了很多的心愿和祝福，还有关于自己因为相信而改变的幼鸟的故事。为了证明我有在看大家的作品，请导演组把这些截图也放上来。这里有没有？没有就算了，我们跳过啊。总之感谢各位的大方分享，让我有幸在这些故事中得以看见大家的人生片段。哪个？哇，你上榜率好高啊，你参加了所有活动是不是？工作很不忙。感谢感谢你的分享。哦，真的真的很感动。这里边有高考结束刚刚收到通知书的，还有大学毕业要迈向社会的，是不是？还有一直在某一个工作领域辛苦耕耘的探索和发展的。不管是即将启程的，还是已经飞行了一段时间的各位幼鸟，祝大家一路的飞行很开心，然后起落都平安。不客气，不客气。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带来其他专辑里的歌曲吧。未经的美满。
使人伤感。当你一个人下班，车流和人海汇成一片斑斓，我们看起来发现自己从没有过热血的人生，因为没有梦想，所以每天叫醒自己的只是闹钟。懒惰的时候，心情差的时候，甚至也不洗头，反正就算精心打扮也没人看懂。走在路上，一群校服蹦蹦跳跳从我身旁经过，想不起来那个年纪的我是不是有活泼好动，好像更年轻的时候晴朗和笑容确实比现在更多。没关系，他们拥有的我也拥有过。早餐店门口排队的人和我一样一脸冷漠，也许让他疲惫的一天刚刚开始或是终于结束了。好像有几个念头很清醒，终于不用被强迫着吃早餐。什么时候也学会自己照顾自己了？回过头来发现自己从没有过热血的人生，因为没有梦想，所以每天叫醒自己的只是闹钟。今天的自己还是一样的懒惰，于是没有洗头，没人发现，有点清醒，有点失落。成群结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朋友，沉默对错，我知道他们只有每天中午才会联络。奇怪的是，躺在通讯录里的人每天都在增多，大部分的人也许都不知道我的名字叫什么。
下班之后总是错过日落，还好没有错过末班车。学生模样的男男女女靠着车窗耳边厮磨，好像也曾有过这样的人，让你什么话都想对他说。这么多年之后，你早就忘了自己说过些什么。回过头来发现自己从没有过热血的人生，因为没有梦想，所以每天叫醒自己的只是闹钟。今天的自己还是一样的懒惰，于是没有洗头，没人发现，有点清醒，有点失落。走过很多地方，没有留下什么，我们依然走着。他和你我想象的不同，原来这才是生活。我亲爱的朋友，我原谅你了，没能陪我到最后，没能陪你走到最后。我亲爱的朋友，请你原谅我。谢谢，谢谢大家。刚才演唱的这首两首歌曲分别是相信大家已经很熟悉了。虽然这两首歌是描述着在一个城市下班时候的有一些落寞的感觉，还有对于没有洗头这件事情的一些妥协，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下班的时候，在傍晚的时候，不要错过美好的风景。怎么了？洗头哈，洗头洗头，也珍惜自己身边的人，在没有也珍惜自己身边的人，能够在没有洗头的日子里，也可以活得很轻松很自在。祝福大家，祝福大家，希望这张专辑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希望和爱，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刚才在上一个环节，我们已经在大屏幕上看到了很多折纸的作品。瞧，我们已经把其中一部分移到了我们的现场，我们现在就来大家一起看一下啊。我们先看这个啊。哦，这个在现场有字啊。一些夸我的字，感谢你的祝福。他是一个来自叫微微初心不易的人，好吧，没有来到现场。他说超级棒，期待能去现场听，结果没有完成。我们还是啊，把美好祝福送给他。大家说他评一个什么奖？算了，我自己评吧。他这个色彩这么多，我们评一个颜色很多奖，好不好？我们看下一个啊，这是啥呀？哦，他这个是来自叫异狼青年的人，哦，是吧？大家很熟悉，是不是？也是我们的老朋友，老朋友是不是？他里边也写了一些话，但是为了读这个话，就不得不把它破坏，我又还原不了。这样吧，我回去再看，我们先给他评奖。他这个没有颜色，然后叠的感觉。哦，底下有人说评纯净无比奖，好不好？我们纯净无比奖，白打歌，谢谢你这位朋友，纯净无比奖啊。塞不回去了，就这样吧。我们看这个啊，这是来自杨爸灿烂阳光的一位朋友，写爱毛老师，惜字如金的一个朋友，我们就给他一个什么奖？废话不多讲，好不好？谢谢，谢谢这位朋友。哇，这个怎么叠成这样？他是来自一个叫 HDDBOX 的人。哦，是来到现场了吗？
你叠的和别人好不一样，是没学吗还是怎么？什么啊？创意还创意，你可真会给自己找理，还创意，我天。可以可以，他还贴了眼睛，我们就写一个眼睛奖吗？会不会太儿戏吧？炯炯有神奖好不好？炯炯有神奖。这位是，哇，他叠了好多呀。他叫做毛毛王毛毛的佳佳，他叠了非常多，他叠了三个，而且每个叠的都很好。我们就给他一个什么奖呢？就无所事事奖吧，他好像很有时间的样子，叠这么多。接下来还有最后一个了啊。我 ID 可以起这么长吗？他叫温迪杰，还是温迪杰的阿毛最最最重要。他非常小，这个他里边还有字。希望我每天开心，也祝大家每天开心啊。那这个就叫小小祝福奖吧，好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非常棒的创意和祝福。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分享歌曲吧。在片刻与片刻。
受内心的皱纹，它在静止的瞬间认真把真相仔细辨认，它像结局的结局四分细数消失的泪痕，它像从前的从前追问不依怜悯的口吻，人群中他的表情总有一点点失神，他的拥抱不自然带来微妙的气氛。
想此去收美好愿望，要为驯服还是征服？谢谢大家，今天觉得大家觉得好听吗？好听。今天的首唱会就先分享大家这六首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这张专辑，谢谢大家。在这里我们要再次感谢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感谢播出平台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谢谢谢谢。其实对于音乐人而言，每一次发新专辑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我特别喜欢自己在制作这张专辑，从 demo 的创作，再到制作人进入编曲，再到最终完成，然后录制母带的时候，整个过程都让我感到非常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兴奋，也很幸福。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一些小小的插曲，比如我们有一次在录音的时候就忽然因为设备问题，那天就怎么调试也调试不了，所以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录制，然后是另外找了时间才回去录制的那首歌。当时就有一种大家看过那个明日之子，我上明日之子的时候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们相信它是好事多磨，希望它是好事多磨。很庆幸的是这张专辑还是尽管有一些问题还是顺利的发完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也感谢大家在毛不易人间观察笔记的互动话题中分享了你们对整张专辑的感受。我想在最后呢也分享一些我特别喜欢的留言给大家。这有一个信封。首先是来自 QQ 音乐的朋友，一位叫 ID 叫做 Years 的人，他说城市的傍晚总使人伤感，当你一个人下班，车流和人海汇成一片斑斓，我们看起来更暗淡。这句话重复了三次，我经常听成当你一个人加班，这可能就是社畜困扰吧。我们那么努力的生存，就是为了之后能有更多的每一天，看看远方的星辰，还有身边的亲人。熬过了那些城市傍晚，我们会成为自己的斑斓。哇，我觉得他写的很好啊，写的好不好？好。哎，我想对他，还有对每一位在城市打拼的朋友说，其实现在好多时候我们觉得很累，因为确实也很累，但是可能有一天，未来的某一天，你没有在这个环境的时候，现在的这个生活反而会成为你怀念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每一步走它有它的原因，然后我们就不辜负自己，然后用心的生活，感受，用力的在每一天生活下去，好不好？我们看一下第二吧。接下来是来自酷狗音乐的网友，他叫安月 Love 毛逼。哦，是吗？在这儿吗？在现场是不是？你记不记得你说啥了？在这儿啊。他说啊，就他说啊。于是不再彼此推理，
第一次听毛毛的纯净无比，想到我和我爸的相处模式，心中忽然想哭，但忍住了。很想对老爸说，柔软同样是伟大，但如果他暂时表现不出来，我也不强求，心里有就行了啊。谢谢你，宽容了自己的父亲。投胎时候自己选的爹，就只能这样了。我觉得你是一位很有意思的朋友。我觉得家不管是父母对我们还是我们对父母，肯定都有很多不理解的部分吧，但是其实爱是不需要理解的，我们都有自己爱父母的方式，相信父母也有他爱我们的方式。嗯，可能有很多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办法互相理解，我觉得但是这些都没有爱重要。希望大家好好、哎、希望大家好好珍惜这份爱好不好。谢谢大家。下面是来自一位酷我音乐的评论，他叫做青石板上的小羽毛。拥抱我吧，或者我拥抱你，我们如此奔赴深渊，怎么能无人同行。小毛的歌总在温柔同时有着逻辑性和力量感，我们需要探索，需要面对，但在向着未知奔跑的时候更需要有人同行，这时拥抱同行的陪伴感才弥足珍贵。我其实也非常认同他的观点啊，真的，因为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觉得目的地重要，奔跑的目的地是很重要的，我们前进的那个地方是很重要的，其实陪在你身边的人才最重要。但有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年轻的时候是意识不到这一点的，我们都觉得以为到了那个地方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有很多我们想要的东西，其实没有，你现在就已经有全部你想要的东西了，但是你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那个时候你会有很多你那个时候的东西，但你现在拥有的那个时候就可能不会有了。希望大家珍惜，当然希望大家在可以都能达到自己的目标，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实现梦想过程当中你的自己，你周围的人，这个和梦想同样重要。谢谢大家。啊，再次感谢各位来到现场，也感谢通过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在线收看本场演出的大家。用音乐继续陪伴幼鸟们，我们一起共勉同行，下次再见。再见再见。大家好，我叫涵涵，我是一名医生。然后今年疫情我也参与了抗疫，然后谢谢希望毛老师平安健康，然后起落平安，然后他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才华，把我们能感受到但是说不出来的东西用他的文字来记录下来，而且非常的准确。谢谢他成为一名歌手，谢谢他站在舞台上闪闪发光。大家好，我是小肚皮，然后也是喜欢毛老师很多年了，然后做的是药品研发的工作，然后很遗憾总是没有这个经历过城市的傍晚，总是在地铁当中来经历这个傍晚。但是呢，就是我希望毛老师这张专辑能够大卖，然后能够一直一直的站在舞台上，我们永远都会一直陪着他的。大家好，我是酒窝，然后是毛毛的事业粉，然后希望就是毛老师在接下来能够开演唱会，但同时也能照顾好自己。我跟了很多线下，但是我一直想说，就是毛毛和我们最近的距离就是他在舞台上，我们在舞台下，我们永远是他最后就是背后金海中的一份子。毛老师加油，我们永远爱你。大
家好，我叫镜子。其实我们这些人都粉他好多年了，从他零一开始，我们从出道开始一直在支持他。我们希望毛毛永远自信起来，就是他是最棒的，希望他永远坚持他自己的风格，永远坚持他自己的原创写歌。他的所有的作品我们都喜欢，就像希望他能自信吧，谢谢。我们永远爱他，毛毛，我们爱你。毛老师你好，我叫树懒，然后我是2018年开始喜欢你的，就是真的非常非常谢谢你。你不知道就是对于我们这些粉丝你代表的意义，很多时候你就像我们就是平级生活中的光一样，照亮了我们的生活。所以就真的真的非常谢谢你，以后就是不管你在你只要你站在舞台上，我们都会永远在台下支持你。很多很多年以后，我们都会记得你这样一个歌手，曾经感动过我们很多很多人。真的，毛不易，谢谢你，希望你能成为巨星，永远站在舞台上。谢谢。